Gratias tibi pro patrocinio tuo. Plurs homines propter unc canalem non tae debit. Gratias ago tib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那有粉丝在咨询 Max 当初为什么有去看过台中还有新北，那为什么后面选择在桃园这边居住，决定购买在青浦这边？那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 Max 当时候看房子的一些看法。首先 ，Max 要先说一下 ，Max 以前在高雄住了很长的时间，在高雄应该住了应该有快10年以上，至少在高雄市住了10年。那在高雄市 ，Max 是住在靠近在火车站附近，在苓雅区那边，其实那边也很方便，距离高雄捷运，偶尔还有高速公路，88快速道路都很近，所以在交通上是非常非常便利的。那如果像要去火车站，其实骑摩托车也是在10分钟以内就能到。所以你不管是坐客运，还是坐火车，然后坐开车，坐捷运都很方便。那高雄也有高铁。那先说一下当时一开始。Max 虽然喜欢青浦，但是因为长期都是在南部生活，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要买在高雄。那高雄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区域，像台北大家都会想到信义区，信义区就是属于那种环境非常好，后来整个城市的规划也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大家心目中最喜欢的区域。那像台北就是信义区，那像在台中就是七期，还有像高雄的话就是高雄的美术馆，然后农十六就是汉神巨蛋那一个区块，高雄美术馆那边是最棒的，所以在有很多名人都会选择在高雄的美术馆这边进行就是购买。去高雄之后呢，才知道原来高雄美术馆那边是所谓的富人区，房价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。就是你想要在高雄买房子，尤其在美术馆，在任何的时期都是难上加难，是非常昂贵的。所以，当 Max 想要买房的时候，第一首选当然还是在高雄美术馆。后来因为在高雄生活了很长时间。高雄的物质就是它的消费也比中部跟北部便宜很多，但是因为毕竟高雄跟屏东都非常的炎热，就是家庭就是太太这边，她觉得高雄的天气跟气候有点炎热，后来因为就是有亲戚还有家人也在桃园这边生活，那就是有带家人一起来桃园这边。甚至去台北去旅游，或者去玩，会觉得北部的气候会非常的舒适，会觉得没那么炎热，就是一样是在夏天，但是在北部这边气候就比较低，温度会比较低一点，而且也比较凉爽，所以后面就会先取消在高雄买房，所以后面就。考虑在桃园，那为什么会 Max 还会去看台中的房子？因为 Max 以前也有在台中住过一段时间，大约也有1年多的时间。那尤其自己的妈妈家母也很喜欢台中，因为她觉得台中的气候，刚好是北部太冷，南部太热，那中部的气候是刚刚好，而且在中部。你不管是往北或往南都非常的方便，所以，家母是非常喜欢台中的，所以到时候考虑如果不在南部买房，那其实台中也不错，因为 Max
住在台中的生活的体验也觉得很棒，所以那时候我有去，就是 Max 有去台中看了一下，当时候的台中七期是非常贵的，因为甚至到现在七期也还是很贵，因为七期这边它盖的房子的户型都一般都是属于大户型，而且它那边的整个规划，如果按 Max 自己的标准，全台湾最漂亮的从化区，到目前为止，Max 最喜欢的就是台中的七期。其实台北的信义区还没有在 Max 的排行榜第一，甚至高雄的美术馆也并没有在 Max 的排行榜第一。Max 心目中最喜欢的就是台中的七期。那台中七期的价位其实已经非常高。其实当时要买房的时候，也不敢去看。那时候 Max 就在七期的对面，就是靠近逢甲那边，好像是台湾大道的对面，反正就是距离七期其实只过一个大马路，过一个主要干道而已。走路也能到，走路大概10分钟吧。他开骑摩托车，他5分钟就能够到七期。那时候我有去看一个两房的，那边有两三个案子。他那时候就是标榜你能够享受七期的环境，能够享受它的配套，但是你又不用用很贵的价格购买房子，所以那时候去看，当时我记得也是27、8万，也是两房，后来配车位的话，其实也都要700到800，就主要看里面的坪数是多少。但是真正最棒的还是在七期。那台中以 Max 来讲，Max 最喜欢七期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距离高速公路非常近。那台中大家如果去过知道啊，台中其实以前最繁华的地方是在台中火车站。那 Max 也有亲戚住在台中火车站这边。那台中火车站非常麻烦，有人坐火车要来找你，你要去火车站接人的时候，你从外围，就是从七期或是从逢甲，你只要开进去台中火车站，非常塞，塞到爆，真的很塞车。总之就是住在台中，Max 最不喜欢的就是去火车站，那边真的是不想去。你说，除非平常。有可能想要去一中街吃吃东西，要不然一般真的会避开这一个地雷区。总之，台中 Max 最喜欢的就是七期。如果以后有资金可以的话，也会是想要在七期这边置产。那再来，我们往北走，其实青浦除了是 Max 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区域以外，其实当时候也有考虑到去新北或台北市。那台北市的房价的确已经非常贵了，其实应该不用去考虑。为什么？因为就算你买得起，你有可能也要花费人生大半辈子的金钱。那居住起来的环境，因为以 Max 自己来说。Max 在台湾最不喜欢去的城市就是台北市，新北市也不太喜欢，因为它那边的路况，尤其像你在中部或南部生活习惯的话，你到了台北市，真的会迷路，尤其它的路，快速道路，还有什么，就是它的道路跟桥梁，就是真的很复杂，真的，每次去台北市都提心吊胆，有些又是单行道，有些又你必须要先开到外车道，所以一般去到台北市一定都要开导航。那先说一下台北市为什么除了很贵以外，其他很不喜欢的就是稍具规模的整个从化区，就像内湖像南港或者是台北市。那你说南港跟内湖，其实那边的从化区的规划以及商办大楼都很漂亮，但是就是那一小撮，就是你会觉得它的规模不够庞大，就是你有可能
看到前方，哇，很漂亮的街廓，但是你转头，它的四周围，哎，都是老房子，你让你没有办法，那种感觉就是，这边是一个非常豪华、非常棒的区域，那隔壁又是一个非常，应该讲说就是落差太大了。那你说台中的七期，它虽然从化区的范围没有超级大，但是因为它的整个街廓，你如果身在其中，其实你能够感觉到它就是像世外桃源一样，像有很多外国人，Max 朋友带他去到台中七期，他们都说这地方很棒，因为他一进去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，甚至后面才知道。七期，你如果去七期那边，其实七期每一个建案，它的楼下的商铺就是店面，一般都不做餐饮的比较多，一般都不给卖吃的，甚至以前新闻或是一些周刊有报道，七期这些富豪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楼下这些门店，他们。针对门店要开什么样的类型，都非常的讲究，非常讲究。这个，所以你如果真的到七期，你会发现那边其实连便利商店都非常的少，因为他们不喜欢环境很复杂，很多不认识的人在小区门口走来走去买东西，就是进进出出很复杂，他们不喜欢。甚至有些像高级的一些服饰品牌要入驻在七期的某个建案的楼下，都不，他们都拒绝，不给这些商店进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你有商店进驻，就会有很多人去逛。就是在你就你你可以想象嘛，你买这么贵的房子，后来你每天就是享受它的宁静，而且没有很吵杂的一些复杂的人群，就后来你楼下开了一些什么什么小吃卖小吃的，很多小商店，后来很多便利超商，那你会发现每次你下楼之后，在小区门口就会很多人来人往，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这么的，就是跟他当初七期他的应该跟他的当初的设定目标，他想要的感觉，应该就会有很大落差。简单讲就是，他想要营造出一种非常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，非常单纯的一个社区，后来没有任何的一些外界的打扰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你走到七期的整个街道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是很舒适，就是你看到这些建筑物，你都可以觉得它很贵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这种环境就会让人家感觉到愉悦。当然不是说我们那种旧的房子就很糟糕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从化区它的价值是在于它的整个街廓、它的人行道、它的就是它每一个行人走的机车、汽车，还有散步的地方，它都规划得好好的，所以你可以在里面，甚至会有绿地，你会很舒适，很棒。那么往回讲，像在台北市，那你可以想，台北市最贵的房子就是在大安森林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有很棒的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。但是像大安区，其实它也是有新房子跟旧房子，所以你生活在台北市，你就会经常就会觉得，哦，这边是新的，这边是旧的。那再来像你如果像到信义区，信义区的那一区也是很漂亮，就是它那一个地方很多百货公司，然后很多商办大楼，就是你身在其中，你也觉得很棒，整个就是非常的，台湾的像是金融中心一样，你觉得是台湾最棒的地方，因为它不管是在百货公司，以及你想要买奢侈品，甚至你想要去感受到奢华。一般应该只有信义区能够感受到，但是它没有太多的生活气息，应该讲说不考虑。那反正台北市有新的社区，
有旧的社区，它就是那种新的旧的，新的旧的，新的旧的。后来从化区就一小块，但是到四周围就是从化区旁边的挨着旧社区就是这样，所以你整体感觉就是不够统一，但是它有很棒的生活机能，对，但是我不喜欢。那我们再讲到新北，那像新北那时候 MES 它那时候我去看过一些区域，不简单讲，像讲最远的就是我有去淡水，有去巴黎，因为虽然说它也不是在市中心，但是因为像淡水它现在有捷运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就是去到台北市，其实搭捷运也能到，就是整个环境生态都很棒。但是就是淡水的路很小，就是如果像你要买房子，其实你会感觉到，应该想说它的主要道路只有一个，也目前只有一个，而且都塞车比较多，所以里面是来看，淡水应该是属于比较，感觉就是交通上就感觉没有那么便利，而且它的路的结构，因为它是依山而建，所以感觉不是那么的舒适，所以面试就取消掉。那再来就是像巴黎，巴黎其实也不错，因为巴黎它距离淡水其实也只是一个坐着船就能到，而且价格也很便宜。但是巴黎那边它的整体的商业气息感觉不足，就是在巴黎这边，你跟淡水来讲，淡水还感觉繁华一点，但是巴黎的话，它就感觉更乡下一点，感觉就没有这么的繁华。虽然说巴黎也是一个非常慢火的地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感觉生活的便利性不高，至少比淡水还差。之后有去看三峡，就是俗称的北大特区，那边也很喜欢。那边北大特区就是在三峡那边，其实它整个街廓都已经几乎都盖好了，就是那边也没什么空地了。那整个街廓、整个街道都已经是属于最好的状态，所以在那边的生活，你能够感觉到有别于台北市的那一种，很紧凑的生活步调。它那边就比较悠闲，比较慢活，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气氛吧。就是你在三峡的生活，尤其在那从化区附近，你在那散步。你会感觉到有别于一般的从化区，怎么说呢？应该想说，如果是学生、家庭，后来退休族在三峡生活，感觉应该会觉得很棒，因为他的生活技能各方面都已经都蛮完善的。交通上，虽然也有大众交通工具，也能够到台北市，那但是开车就觉得没那么便利。那三峡这边，它的房价其实也不便宜，那时候记得也是大概是30多40万。到时候青浦好像那时候在27万到30万左右，北大特区那边是30多万，三十多看地方，因为也没什么案子了，30多万快40万，反正平均在30万左右，30出头。但是因为三峡那边，它就是说生活配套可以，但是它没有那一种，大型的购物中心，百货公司没有，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生活慢活的生活。所以北大特区那边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孤岛，因为它是高速公路下这种自成一片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感觉不是不好。但是觉得以现在 MES 这个年龄层，我觉得有可能还不到时候。如果 MES 现在已经50、60岁，有可能会觉得三峡是不错的，所以就把它 pass 掉了。那就是莺歌，莺歌其实跟三峡很近，但是莺歌它的路也是歪七扭八。后来为什么莺歌？因为莺歌很便宜，莺歌的房价它跟桃园接的，就是临近桃园，但是它的房价算是很低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到莺歌去，只能说商业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陶瓷，就是都有
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，就是你去那边玩，去那边旅游都觉得很棒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在那边生活，你会觉得非常落后，比三峡落后太多。个人这是 Mexican 感觉，而且它路很小，它的整个城市的一个街廓，你会觉得没有很繁华，所以生活配套是 Mex 是把它 pass 掉。那再来其实最好就是其实比较热门就是像三重的话，三重也不考虑，因为三重它那边 Mex 去看过，它也是路很小，后来很多巷子里很多老社区，虽然说有新建案，但是新旧之间，总之就是那个环境很难形容，对，就是妹子不喜欢三重，所以把三重 pass 掉了。那在你说从化区比较具有规模，像新庄它不错，新庄它靠近在回龙那边，它也很方便，然后它的整个复读性，如果真的去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确实真的是蛮有看头的。你会觉得哦，它离台北市又近，而且它整个结果应该的蛮大部分的，所以也很成熟。所以你如果真的到复读性去的话，你会一般人都会觉得会喜欢那边，因为觉得那边整个整体感觉跟氛围，它整个重划起来那种街廓，那一种气氛是很到位的。当时候记得那时候的新庄已经40几万，快50万了，也是看地段。那到时候没有考虑，是因为第一它也已经很贵了，第二就是它那边当时没有所谓大型的商业中心，没有大型的百货公司。后面虽然陆续有，但是因为它的地下房价已经到40、50万，以 Mex 来看的话，而且它那边它自己又有所谓自己的产业园区，就是说，新庄那边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商办大楼，会有一些商业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产业在那边，所以以 Mex 来讲，会觉得那地方不错，然后也有大众交通工具，但是 Mex 很不喜欢的就是它。像我们到新庄去，一般都是从龟山过去的。那龟山过去，从就是说它的主要道路非常的不便，就是到你要到新庄去，其实它有很多地方都能够从桃园或到台北，都有很多路线可以去接呢。但是里面来讲，会觉得它的交通便利性是不是很高的，感觉没那么便利，所以商业气息不足，还有就是它的交通便利性，那觉得就是以开车部分，然后觉得没这么感觉没那么棒。那加上它的整个从化规划区虽然是不错，但是感觉第一按照当时候的价格以及它未来规划，那就感觉应该如果便宜一点可以考虑，但是如果已经到这个价格，那是觉得。如各方面来讲，如果说你只是想要，短期投资，或者你想要自住，以后想要换房，那当然它房价不太会跌，有可能会涨，但是你说涨幅能够多高，就是说应该没有办法像其他区来的好，所以那时候又把它 pass 掉。那再来就是还有林口这地方很棒，因为林口这边它，距离台北市也非常的近。而且它那边有一个 Outlet，有一个三井 Outlet。那边的自从在林口在以前在没有大型的商业中心的时候，其实林口它的房价也很贵，但而且去就是很多很多台北市人去买林口也很多，但是林口。一直就是属于比较潮湿的地方，而且它也是属于一个，以 Mex 来讲，我觉得 Mex 集结站其实它的地形是比较高的，那你其他地方它是比较，就是它的地形是比较有点起伏的，而且它就是你如果做集结，
你到了林口，你如果要到林口的市区，就是它真的市内的街道，其实是有段距离的，就是你要走到它真的，市区里面的那些配套，其实感觉不是这么便利。简单举例，像你现在做机捷，你从板桥一出来，哇，全部都是很热闹，台北市一出来就很热闹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机捷，你说你下新庄，哦，新庄的新的从化区还没那么热闹，那你如果说到要到其他地方，很抱歉，其他东西没有配套。那三峡，就是什么叫生活？生活就是你住在这边，一切都很便利，你会就很便利，很方便，那才叫便利。就像什么？就像我以前，在没有高铁的时期，火车站一出来绝对很热闹。像桃园坐中立火车站、台湾火车站、台北火车站、板桥火车站，就是这几个大的火车站。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配套跟生活便利性就是非常的足够。那像林口这边感觉，第一它房价要贵，因为你林口除了坐机捷，现在就开车，那开车就是个噩梦。林口大家最诟病的就是它上下班太塞车了，所以你说开车要到台北市，在林口住要开车到台北市，那除非你很早出门，否则塞车有可能就会很头痛。你下班了很累了，又塞在路上，林口又开始塞了。那你说坐机捷也能到台北市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机捷从林口要坐到台北市，其实它的时间不短。对，坐公车也不方便。所以林口只能讲说，让 Max 觉得最大加分就是在它的 Outlet，就是它有一个商业中心，就是一个。记得是山景，是山景，就是这个是让林口有很大很大加分。但是你说其他有什么很吸引人的地方吗？其实没真的也不觉得林口好。林口好就是它隔壁有残羹，以后如果有老人家有小孩，其实看病各方面很方便。那其他没有什么能够让 Max 觉得能够留住眼球，就是有亮点不多。以 Max 来讲，Max 觉得没这样亮点是不够的。那再来板桥，其实那时候 Max 研究了一下，全台湾真正让 Max 很喜欢的地方，先讲台湾主要的机场就三个嘛，一个是高雄松山机场，一个是桃园机场。那全台湾有山铁共过的地方不多，像高雄机场，后来还有捷运能够到机场，后来有火车，所以高雄火车站就是高雄的左营高铁站，其实它有可以算是山铁共过，因为在高雄的左营特区这边，你要坐火车坐高铁。坐飞机多，至少都从这个地方都能到，所以是很棒的地方。但是唯一缺点就是它要去机场比较远，而且如果真的要说坐火车来讲，左营站，它如果你要去到大，要去坐去别的，就是别的县市，其实你有可能还是要从左营高铁站这个站的火车站，要再坐到高雄火车站，等于说它的便利性，就以火车的便利性是比不上高雄火车站的，以左营高铁站来说，但是它已经算是山铁观光。你说台中有机场啊，但是台中机场的量不大，对，而且你台中你到乌日这边它没有火车了，对，而且你要到机场也不方便，所以台中感觉便利性就是没那么高。那再来就是像。台北它也至少能算是山铁，为什么？它有高铁，有火车站，而且它也能够直接坐机捷能够到机场。那其次还有哪边？其次还有就是，板桥也是 Max 觉得新北来讲，如果你要买新北市，板桥应该也是数一数二最好的地方了，因为它，火车站，
高铁站，就是也能够，你也可以坐机捷，可能够到机场去。反正总之就是它便利性也行。所以整个台湾来讲，你说你真的要买基于交通便利、生活配套的地方，真的高雄、台北、板桥，这三个应该就是已经算是最好的地方。那你说板桥跟高雄还有台北能比吗？当然比不了，但最起码它也是前三名。那所以以 Mass 来讲，其实桃园高铁站就是青浦，应该就是排名第四。那先讲板桥火车站，为什么板桥火车站这边为什么 Mass 没有选择？除了第一，它房价很贵以外，其实板桥火车站旁边都是老旧社区跟新社区，也是交叉，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讲说居住环境要很棒，街坊要很漂亮，那板桥这边其实也没有入 Miss 的口袋名单。那谢谢各位。